正义刑警回归，无畏强权追击真凶。但想不到真相背后还有真相。一年전사건과정지사건을연관지을수있다이걸우연이라고해야하나뭔가숨겨야될게있는거죠韩流精选《模范刑警二》，11月6日起，每逢星期一及二晚上10点，八度空间追寻真相播出。你也可以下载 TonTon App 收看。